这个是啊。是的。你妈抓那是野菜吗？是啊。我怎么看不像呢？我抓了，你明天你不要吃哈。为什么老是话这种态度？那你为什么保持怀疑态度？我连野菜都不认识吗？我连菜都不认识吗？你就不能温柔一点？我不会温柔，你希望温柔找温柔的去。我不会。哎，你以后长大了找个老婆，一定要找个温柔的，知不知道？对，你爸就喜欢。听到了没有？不然你找个母老虎之后怎么办？哎，这个嫩，吃了。他是对，就这种。胖胖胖胖胖。挖了一桶哎。今天中午干啥吃吧哈？让姨在家不？叫他来。打两鸡蛋搁里边。今天人多哈。坐给咱俩最好。他坐着个凳子，那个桌子可能有点严，坐着凳子第一课。你要醋不够自己加，我马上加点。够味吧？可好。一样跟舅舅吃啊，得掺好几碗呢。这样。嗯。做完了，放手。干啥了？嗯，俺你打。看嘴我都得汗蒙。你好酒量啊，姨啊！嗯，按照。嗯，好了，那五元以后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吃饭了。太好，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！喜欢大美的记得给我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